八书，隶书。上古时候，历法以孟春月作为正月，这时冰雪开始消融，蛰虫苏醒过来，百草萌生新芽，杜鹃鸟率先在原野中啼鸣，万物都长了一岁。它们从冬春时降生，顺次经历夏季和秋季，最后结束在冬尽春分之时。雄鸡三唱，天色渐明。正月从寅月开始，经过了12个月的节气，直到丑月及腊月结束，日月运行都已成周，日月组成一个名字，所以才有了正月的这第一个黎明。明就是梦的意思，幽就是幽，幽冥就是指雌雄，雌雄交替出现，而又与以孟春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合。太阳从西边落下，自东方升起，残月逐渐消失在东方，新月在西方露出来。当政的不按天时行事，又不顺应民心，所以凡事都易于破坏，难以促成了。帝王受天命而改朝换代，对于开始必十分慎重，所以要更改历法，改变服装崇尚的颜色。推算历法的起始点历元，以顺承天的意志。太史公说，神农以前年代太过久远，就不必论了。黄帝时考察星度，制定历法，建立了五行序列，确立起阴阳死生消长的规律，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，于是有了分管天地神之和其他物类的官员，称作五官，他们各自掌管属于自己的事物，不相杂乱，所以百姓能够有所信赖，神能有灵明，民众与神明各尽其职，民众对神明礼敬而不亵渎，神明因此赐给民众好的收成，百姓以丰节的礼品享祭神，以致灾祸不生，养生所需永不匮乏。少昊氏衰落以后，九黎的诸侯作乱，民众与神明都受到了惊扰，失去了依托，灾祸接连发生，恶气犹不能尽。直到颛顼即位，任命南郑仲负责天事，属领神事，任命火正礼负责地事，属领民事，这才让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不至于相互侵扰独乱。后来诸侯三苗随九黎一起作乱，所以仲、黎二官都不修所职，闰余的排列失了次序。正月的设置也与节气不相符合，设提星方位与月见也不一致，历法与天运的次第不符。直到尧继位，重新任命仲、黎二世的后人中还能推算历法的人，让他们担任历官，还设立了西氏、和氏这两个官职，推明时令。矫正力度，使天气阴阳调和，风雨有节，这才有了兴旺景象，百姓没有腰伤疾疫。尧年老禅位给舜的时候，在文祖庙中告成舜说，按天体运行规律制定和实施历法的重担就托付给你了。后来舜也用同样的话告介禹。由此看来，历法是帝王很为重视的事。夏朝以正月为历政，殷朝以12月为历政，周朝以11月为历政，夏、殷、商的正月一次循环，周而复始。天下治理的好，历法就不会乱了次第；天下混乱，连诸侯也不会执行王者的历法。周幽王、周厉王以后，周朝衰微，列国大夫执国政，史官不计时日，为君者不行告朔礼，所以历算世家的子弟纷纷出走，有的在中原诸侯国任职，有的流入夷狄，所以铸导祭祀的制度荒废而不能统一。周襄王26年有闰三月，春秋书中非难他治闰月不当。先王制定历法的规则是先定历元和年、月、日等开始的时刻，再由中气纠正12月的位置，有日月余分则归于年末。历法的起始点确定好，接续下来的年月日等也不会有错误。以中气纠正月位，百姓才不会感到迷惑，将闰余置于年中，诸事才不被乱。后来到了战国诸雄并争的时期，各国的目的都只在于强国胜敌，挽救危机，解决纠纷而已，哪有精力顾及编制历法的事情。那时候只有邹衍懂得五德终始相传，而且散布阴阳消长的分线等理论，因此而显名于诸侯。同时也由于秦灭六国，战争频繁，后来嬴政虽然做了皇帝，时日太短，也顾不上历法的事。
但是秦时颇为注重推求五行盛克，自以为是得了五行中水德的祥瑞，将黄河改名为德水，沿用夏朝的历法，以十月为正月，崇尚黑色。然而历法星度、闰月余分等未能做到更为准确一些。汉朝刚刚兴起的时候，高祖说北至四黑帝的事待我来创建，也是自认为得了水德的祥瑞。纵然是一些明习历法的人以及丞相张苍等，也都认为如此。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正着力在大的方面建纲社稷，此后高后以女子主政，都没有考虑到历法的事情，所以仍然承袭了秦朝的历法和朝服的颜色。到孝文帝的时候，鲁人公孙臣以五德循环的理论上书，说汉朝所得是土德，应该改变历元，更改历法，更换。这样天就会降朝服的颜色，这样上天就会降下祥瑞，有黄龙出现。文帝将此事交给丞相张苍处理，张苍也是习学律历的人，认为他说的不对，就把事情搁了起来。此后果然有黄龙出现于成纪地区，张苍上书自请罢黜。他论述汉朝获得水德瑞兆的著作也没有写成。后来又有辛元平以善于观望云气的见天子，也对天子说了些改正历法和服色的事，很得天子信任，后来却发动叛乱，所以孝文帝再也不谈改历的事。直到当今皇帝即位，招致方士唐都，测量周天各部的星宿度数，而由八骏的落下鸿运算至历，然后日辰星度的与夏历相同，于是改定历元，更改官号到泰山封禅。并下诏书对御史说道，过去主管星历的官员说星度没有测定，于是朕广泛征求，询问臣下意见该怎样测定星度，但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。听说古时皇帝制历因为与季节相符，所以能循环的使用下去，这种历法用实际天象检验，审定律历的清浊，确立起四时与五行的关系，创建了节气的日分余数。然而年代太远了，如今有关天文历法这方面的典籍缺少，礼乐废弛，朕深觉遗憾。只是朕又无力把它们补修完备。现在的历法经过周密的测量和运算，全都与能克制水德的土德相合。如今已临近夏至，以黄钟为公生，林钟为征生，太簇为商生，南吕为羽生，姑喜为角生。从此之后，节气重新得正，羽生重新成为最清阴，律明等复又得到纠正，以子日作为冬至日。此后的阴阳离字合可循道而行了。已经算的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为月朔冬至，更定元丰七年为太初元年，年名是燕逢社提阁，月名是毕具，日名已算的为甲子，又算的月朔夜半时为冬至历数甲子篇。太初元年，岁名是燕逢社提阁，月名是毕具，十一月朔旦日名得甲子，夜半时为冬至节。冬至在子时，方位为正北，全年为十二个月，月朔无大余，无小余，冬至无大余，无小余。燕逢社提阁即太初元年，全年为十二个月，月朔大余为54日，小余为348分，冬至大余为5日，小余为8分。端猛丹恶即太初二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8日，小于696分，冬至大于10日，小于16分。由照执徐即太初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2日，小于603分，冬至大于15日，小于24分。强无大荒落即太初四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7日，小于11分，冬至大于21日，无小余。图为敦臧，即天汉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日，小于359分，冬至大于26日，小于8分。助离斜洽，即天汉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5日，小于266分，冬至大于31日，小于16分。伤横吞贪即天汉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9日，小于614分。
冬至大于36日，小于24分。朝阳作恶，即天旱四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4日，小于22分。冬至大于42日，午小于，横濑焉茂，即太始元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7日，小于869分。冬至大于47日，小于8分。上章大渊县，即太始二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32日，小于277分。冬至大于52日，小于16分。焉逢困敦，即太始三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6日，小于184分。冬至大于57日，小于24分。端蒙赤愤若，即太始四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0日，小于532分。冬至大于3日，午小于。由照射提格，即征和元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4日，小于880分。冬至大于8日，小于8分。强无单恶，即征和二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8日，小于787分。冬至大于13日，小于16分。图为直徐，即征和三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日，小于195分。冬至大于18，小于24分。助离大忙落，即征和四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57日，小于543分。冬至大于24日，午小于。伤横敦臧，即后元元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1日，小于450分。冬至大于29日，小于8分。朝阳之洽，即后元二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5日，小于798分。冬至大于34日，小于16分。横隘吞贪，即始元元年。冬至在酉时，方位正西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9日，小于705分。冬至大于39日，小于24分。上章作恶，即始元二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4日，小于113分。冬至大于45日，午小于。焉逢焉茂，即始元三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28日，小于461分。冬至大于50日，小于8分。端蒙大渊县，即始元四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2日，小于368分。冬至大于55日，小于16分。由照困敦，即始元五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6日，小于716分。冬至无大于，小于24分。强无赤愤若，即始元六年。有闰年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1日，小于124分。冬至大于6日，午小于。图为射提格，即元凤元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日，小于31分。冬至大于11日，小于8分。助离丹厄，即元凤二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9日，小于379分。冬至大于16日，小于16分。伤横直徐，即元凤三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53日，小于727分。冬至大于21日，小于24分。朝阳大荒落，即元凤四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7日，小于634分。冬至大于27日，午小于。横隘敦臧，即元凤五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2日，小于42分。冬至大于32日，小于8分。上章之洽，即元凤六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5日，小于889分。冬至大于37日，小于16分。焉逢吞贪，即元平元年。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0日，小于297分。冬至大于42日，小于24分。端猛作恶，即本始元年。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
月朔大于24日，小于645分，冬至大于48日，午小于。游照燕茂，即本始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8日，小于552分，冬至大于53日，小于8分。强无大渊县，即本始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2日，小于900分，冬至大于58日，小于16分。图为困敦，即本始四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37日，小于308分，冬至大于3日，小于24分。助离赤奋弱，即的结元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日，小于215分，冬至大于9日，午小于。伤横射提格，即的结二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55日，小于563分，冬至大于14日，小于8分。朝阳丹厄，即的结三年，冬至在50，方位为正南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9日，小于470分，冬至大于19日，小于16分。横爱直徐，即的结四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3日，小于818分，冬至大于24日，小于24分。上章大荒落，即元康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8日，小于226分，冬至大于30日，午小于。燕逢敦臧，即元康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2日，小于133分，冬至大于35日，小于8分。端蒙斜洽，即元康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6日，小于481分，冬至大于40日，小于16分。游照吞贪，即元康四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20日，小于829分，冬至大于45日，小于24分。强无作厄，即神阙元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4日，小于736分，冬至大于51日，午小于。图为燕茂，即神阙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9日，小于144分，冬至大于56日，小于8分。助离大渊县，即神阙三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33日，小于492分，冬至大于1日，小于16分。伤横困敦，即神阙四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7日，小于399分，冬至大于6日，小于24分。朝阳赤奋弱，即五凤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51日，小于747分，冬至大于12日，午小于。横爱射提格，即五凤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5日，小于654分，冬至大于17日，小于8分。上章丹厄，即五凤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0日，小于62分，冬至大于22日，小于16分。燕逢直徐，即五凤四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日，小于410分，冬至大于27日，小于24分。端蒙大荒落，即甘露元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8日，小于317分，冬至大于33日，午小于。游照敦臧，即甘露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2日，小于665分，冬至大于38日，小于8分。强无斜洽，即甘露三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7日，小于73分，冬至大于43日，小于16分。图为吞贪，即甘露四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0日，小于920分，冬至大于48日，小于24分。助离作厄，即黄龙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35日，小于328分，冬至大于54日，午小于。伤横烟茂，即初元元年，
冬至在卯时，方位正东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9日，小于235分。冬至大于59日，小于8分。朝阳大渊县即初元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3日，小于583分。冬至大于4日，小于16分。恒爱困敦即初元三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7日，小于931分。冬至大于9日，小于24分。上章赤奋弱即初元四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1日，小于836分。冬至大于15日，无小于。燕逢社提格即初元五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6日，小于246分。冬至大于20日，小于8分。端猛丹鄂即永光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无大于，小于594分。冬至大于25日，小于16分。由照直徐即永光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4日，小于501分。冬至大于30日，小于24分。强吴大荒落即永光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18日，小于849分。冬至大于36日，无小于。图为敦臧即永光四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3日，小于257分。冬至大于41日，小于8分。助离斜洽即永光五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37日，小于164分。冬至大于46日，小于16分。商衡吞贪即见昭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31日，小于512分。冬至大于51日，小于24分。朝阳作恶即见昭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55日，小于419分。冬至大于57日，无小于。恒爱烟茂即见昭三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49日，小于767分。冬至大于2日，小于8分。上章大渊县即见昭四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44日，小于175分。冬至大于7日，小于16分。燕逢困敦即见昭五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8日，小于82分。冬至大于12日，小于24分。端蒙赤奋弱即静宁元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日，小于430分。冬至大于18日，无小于。由照射提格即建始元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56日，小于778分。冬至大于23日，小于8分。强吴丹鄂即建始二年，全年为12个月，月朔大于20日，小于685分。冬至大于28日，小于16分。图为直徐即建始三年，有闰月，全年为13个月，月朔大于15日，小于93分。冬至大于33日，小于24分。助离大荒落即建始四年，以上隶书中大于是指剩余的日数，小于是指剩余的分数。端猛等是年的名字，年名包括干支两部分，地支，例如丑叫做赤奋弱，寅叫做射提格，天干，例如丙叫做酉照。正北表示冬至在子时，正西表示冬至在酉时，正南表示冬至在午时，正东表示冬至在卯时。历数之星，其来上矣。重离世司，荣成司祭，推步天象，消息母子，五圣轮环，三正互起，孟邹真岁，仇人顺轨，敬寿之方，履端为美。